我们先把肉放旁边吧。你先去放地上。这个肉怎么感觉脏脏的？你看它都灰尘呢。不过是双子座了，不乱丢一通，别把它摔坏了。好暴力啊你！哎呦我！哎真的！哎，我怎么上次？不可以送哦。不行啊，两张。啊！要血怎么办？与正妹一起做饭。要吃鱼排配香橙沙拉。哦，好啊，好啊，那我们做这个。取出吞拿鱼，那个门打开，门打开，吞拿鱼拿起来，走过去。要调味。调味盐、黑胡椒跟千百里香。哎，对对对，盐，这是一次拿一个吗？对对对，那是农药。它是五克哎。啊，超过了，超过没关系啊，没差吧？比较咸一点。啊，再放旁边就可以。黑胡椒。几克啊？五克，好，五克。五克船长啊，五克船长，然后千百里香，好，搞定。什么？每一面各烤80秒，然后放在盘子上面。熟菜拿去哪里？应该不是拿整个砧板吧，是拿这个。烤盘在哪里啊？对，这个烤盘。这送菜的好不好？让我带瓜啊！要送进去。哎，这是微波炉啊，这是微波炉还烤箱？微波炉也可以烤。放屁的！我跟微波炉烤的。在哪里啊？没有烤箱哎，在这里，这我看到了。这是什么？这是烤箱啊，看起来不像啊。这感觉不是。烤盘哪里的？好，告诉我，它就烤这里啊。我们先把肉放旁边吧。你先去放地上。对，拿锅铲煎锅啊。哎，可是这样就变煎了啊。怎么办啊？我们去找那个铲子。我是在这边烤啊。这里。这勺子啊。啊，这里有铲子。这里有铲子了。哦，这里啊，拿来这里烤。好，拿过来。这个肉怎么感觉脏脏的？你看它都灰尘呢。哎，不拿，不拿不了哎。那应该就刚的地方，再拿回去。什么啦？你刚不说你在这里烤吗？敢救命啊！有没有说明书啊？这游戏有说明书吗？真的。网友说鸡鸡乳钩就马上烤好。噼里啪噼里啪啦，波波丽娜，鸡鸡乳钩，对，拍拍喷喷，温柔优美。我一点拿回来啊！这游戏好教育啊！铲子不让我拿，铲子不行啊！哎，可以拿这样。为什么啊？刚刚就不行。哎，刚刚可以铲它哎。你要念咒。哎，可以铲它哎。可以。左键按着翻转。哦，哎，翻转成功。哦，有在烤吗？我们要不要去弄下一个步骤啊？我们要怎么设定80秒？放旁边，你放。他好像一定要拿回去。他一定要拿回去。哇靠，这什么处女座的？不行哎，你看我挂不上。为什么这样？因为铲子根本不在手上。你的铲子丢地上了吧？我铲子到底在哪里？铲子在这里吧？铲子漂浮，你刘谦啊，我去。阿牛计时器在左边红色。啊，对，然后要设定计时器，你要按一。所以现在等它。对，现在是1分10秒，好遭遇。然后放在盘子上，那个菜切什么？橙子、洋葱。那我们先去。橙子100克，切片20克。那去找橙子啊。可以一次拿很多个。一次一颗而已。哎，我拿到吗？没有，应该是没有。你拿，你拿，他说你拿。谁骗我啊？根本没拿。这游戏太狂了。不要再拿砧板了，拿橘子起来。哦，不是我把拿了，你把它放在下面了啦，拿起来。哎呀，拿起来了，你没举真的。漂浮的橘子，切多少记得吗？20克，好，按切。要怎么看20克？对啊，这怎么看呢？看吗？恭喜，对不对？那多少克？有三分之一。14+14，多少？14+14，那超过了，超过可以吗？多吃一点，各位。这个比较39，那这个比较接近，23比较接近。你的鱼是不是焦了？鱼哎，还没呢，还没焦。救命啊，这游戏啊！拿不起来啊！我蹲下，我蹲下。有，我们要这样子拿铲子，你敢信啊？好，有，然后去哪里？翻面烤啊！翻面烤，那要80秒的。它有熟吗？设定，那有亮灯呢？不管就这样啊。那这样，我们到哪边？洋葱要60，切15，这是一次成功。我们越来越顺手了，要切12哎，12中了，就这样丢。调味，这两个东西还要调味够。是这两个要怎么放到盘子？盘子也可以。哎，有，我们直接把它拿去那边。哦，我们的肉。那肉再拿去哪里了？八十秒烤个生鱼片。你好随性啊，你不过是双子座了，不乱丢一通，别把它摔坏了。那个，哎，怎么摔的？奇怪，你看怎么摔，我摔不过，好暴力啊你！哎呦我！哎，真的？哎，我怎么上次？拿好，我站起来了，我站起来了。靠，我是因为你拿了我站起来，然后撞到了。这游戏这么注重物理引擎哦。再站起来 ，OK。这样子。哇，想不到，那鱼上面都灰尘呢。好像黑胡椒5克，对不对？刚刚洗。啊，所以我们要把这个东西。
拿来这里摆盘、欸、拿来摆盘，我的摆盘失误了，洋葱不见了，不管了啦，客人自己搬啦，洋葱被压在下面，洋葱菜会不会退回来？31分，为什么全都零趴？没熟啊，要不要烤啊他？这是仪器问题吧？讲成这样，来你快点玩。怎么会有汤是粉红色的？对啦，就这一个啦。这个能吃吗？可以啦。31分，随便玩都赢了，还怕什么？我们一个弄熟直接送出去了。鸡汤、甜菜，鸡汤那个拿。我们拿个碗，拿个锅，就这个锅子吗？这是平底锅呢、欸，不是这个啦，培哥，这是平底锅。怎么扔掉？我把它扔掉。哪里啊？锅子？双耳锅。纳米。哎，前面再。好，放着，倒入700。哎、欸，小心超过。好。我要倒掉。不用了啦。这不能倒掉哎、欸。老人家哦，怎么不要到外面啊？我干。哎、欸，浪费食材应该有扣分啊，你把锅子拿近一点。我再去拿，再拿新的。没有人啊。主办单位食材不够、啊，我们先做别的来。我们做甜菜。你要把那个水煮，我们才能做汤啊。我们甜菜做完就直接出去，600克。对对对对对，很聪明。拿起来就好了，太棒了！你拿一个甜菜锅，甜菜切。甜菜它跟鸡汤拿进去一起煮、欸，可是你们没有汤吗？你那个汤确定没有了吗？倒不出来吗？已经蒸发。等我一下，你去拿那个鸡汤，后面一点，我没有，凉了。那我们是要做什么鸡汤啊？你去装水好了，鸡汤变水，我要特殊。对，打开，放着。这个很傲娇哦。走，出发，我们去煮汤，给他们加菜。地上还有，他想要加玻璃进去耶！开火，下面，好 ，OK， 那我们去做别的，洋葱、萝卜、欧芹切片。这道菜怎么累啊？等一下，丢进去吗？他要切吧？哦，不要笑，他只是没做过菜。看一下洋葱需要多少？哦，切片20克，22也可以，22。哎、欸，我很会切。萝卜，看你们一碗多好啊！几克？我看不到啊，你要多去一点。我没斜视啊，是。随便啦，直接在桌上切啦。等一下再切前男友。你先放着，刀放着，再看一下。是啊，我很准的，是。欧芹16，我就切很准。这个，欸、很厉害耶。黄油30是不是？往后一点，对，很好，哪个很准？我怕打破，那这个要去哪里煎？拿起来去那个锅子那边。过去啊。要怎么样？我们再开始甩来。那12分钟的时候过去拿，我们先拿过像果粉，先放着，10秒钟来。可以，我们随便玩都超过31分。对。好，可以来。你确定是倒进去吗？哦，倒入锅中是不是？啊！今年啊，可以耶。好，多香果粉。15。好，放着。走、哦，出菜啊！这样就出菜。你要把它装进碗里面吧。啊、扛错。啊。因为没办法协调。你没有拿到，你蹲，好，往后 S， 对，然后起来，耶，哦呀，真的哦，阿平，耶吼，好慢呀、啊，给的好多啊，这样子，对啊，你都没有料哎，那斜着，这游戏怎么玩？你用完之后，然后来到汤那边，走，出发，送菜走，你要抓到碗，哎、欸，不给送哦。要选怎么办？你先送餐的吧。哇！我们有一个煮熟的。好哎、欸，看锅、欸、水黄油30ml盐匙，加入煎锅中哎、欸，煎锅对煎锅，放在这里。啊，好，是你的，枸杞30ml。哎，培根丫丫，你看我们现在超快哦。哎、啊，脱、欸、水黄油的。哎、欸，快在哪里？你把它打翻了啦！还有别瓶吗？只有一瓶啊！只有一瓶，那怎么玩啊？快重来啦！盐10克，黑胡椒10克，虾子。而且不要广油了，健康养生。盐跟黑胡椒。欸、为什么这东西都很容易掉啊？撒哪边？撒这里。OK。黑胡椒10克。好像只是一个步骤没有而已，你们那个是整个主菜全部打翻。啊！要血怎么办？虾子，就拿一个而已吗？就只拿一个吗？120克哎、欸。六十。煎50秒，去哪里煎？哎、欸，我们现在越来越会玩嘞、欸，玩出心得来了。你放着，好搞定。还做还做嘞，哇！好，不要看他了，我们先看下面啊。将柠檬80克切块变成20克，放到盘子上。那我们先拿盘子，我们现在是退后再起来。哎呦，高手啊！我靠，哇，我们现在游刃有余啊。完成，好吃的来了。
先把那个计时器关掉啊！观众说很吵哎、欸，我们简直是做菜电竞呢。有，不错不错，太烫了，拿不起来。我们要去拿那个铲子、啊，我们现在熟能生巧了。哎呦，哎呦哇！哎，好玩起来了，这游戏好玩呢。柠檬柠檬柠檬，八十克欠了二十，二十二可以吧？可以的，二十二很近了，丢进去，然后呢？把新鲜的欧芹点缀六克在这里，这里，这里，这里。等一下，要六克哎，我们现在只有两克哎，六克，现在两克了，所以我们带两趟。好了好了，成功了吗？花不到七分钟哎，赛你看一下，可以吗？哇！第六分，这游戏好玩起来了。来来来。只是鳟鱼200克，然后前面都是五，对，刚好刚好200克哎。好，来，胡椒5克，百里香5克，哦，好晕哦。我一定啊。先放旁边，等下再放碗。干百里香，对，往前看一下，是不是干百里香5克？对 对, 对, 对，还有干萝干什么萝卜的、嗯。往前看，什么放在烘托烤白的？来，放旁边好，对对。然后把鱼放上去，撒几克？又看吗？这都5克。撒。好好，放着放着。烤盘上，烘烤90秒。啊，对对对，那个啊，啊，对对对，对对，胜利的预兆是啊啊，鱼要掉了，没关系，你先让它掉，然后你先把它放进去，然后把鱼拿起来，对，拿起来放着，放着，好，放不进去哦。你要先放在上面，我刚刚放不上去了，哦，对，啊，那拿，舍不得拿，怎么会这样？还是不够正，不够正，不够正。好，放着，好，关起来，关起来。然后90秒，是不是？对，往前，往前。好，放嘴。来，看一下，等一下做什么？来，拿干辣椒，干辣椒。哎、欸，好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去拿鱼。哦，可以了，还是太烫了，不行啦。怎么办呢？我去经过难了，后退一点，我打不开。可以耶，你很聪明耶。来，经过放。先放着。干辣椒5克，一二三四，可以了。好，碗吗？对，碗。蹲下，后退，后退，站起来。不要，不要放在碗里。你平底锅弄回来，因为他要做这个橄榄油。哦，那去拿盘子。打，来，站起来。啊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很棒。橄榄油、酱油、米醋，就是那个的。小心哦，不要用破哦。10克，对，就10克。阿婷，5克，阿婷，好，放着放着，来5克嘛，阿婷，哎，刚好哎，好，然后把那个拿起来，然后看一下，先放着，对对对，2、3、4，来4个，好，你先把盘子放下来，对对对，那你的橄榄跑去哪？怎么只剩2个？在地上，橄榄当橄榄球踢了，4颗都要切吧，切，好，先放着。然后把它放在碗里好了，全部把它丢进去。好难哦，这个看一下怎么用。烧烧的话，应该是放在平底锅吧？它是要烤吗？对啊。90秒，17分半过去。欧芹是在旁边吧？哦，对，放着。再过去的，这关花好久哦。刚刚那个太简单了啦。那么太简单不行啊。6克，柠檬是多少克啊？你先看一下。对对，25克的可以了。往前往前，还有4秒钟，来4秒钟。可以徒手拿吗？哎、欸，可以，也可以这样哎。为什么你有的有烧到，有的没烧到？小没烧，没烧，没烧。轻一点，轻一点。你要小心拿哦，拜托。不过很菜，我觉得可以哦。啊，还输哦？靠，这还输什么？我们橄榄零趴。因为我们那个，我们刚混合物有点洒出来。是吗？不要只，他只能这样吗？喜欢订阅，下次再见，叮叮叮。游戏频道新开张 ，Let's go， 拜拜。